ご覧の番組は CLC 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金爸爸，首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破晓红，这门打开吗？哎呦呀！现在在翻倒。三，你现在是行动仓库。哇！你会痛吗？不会痛哦，不会痛哦。我说会动吗？他说行动仓库。他不会动啊。但是他不会动啊，所以不是行动仓库。只是仓库而已。干嘛有鼓棒？你会打鼓？还是你拿来做别的用途？我会打鼓。自捅。自捅，知道我说什么？自捅怎么捅？捅哪里？捅鼻子啊！现在快塞啊！啊，怎么只有一根？就算屁股也只有一根而已啊！你要捅？为什么还有？这要干嘛的、啊？你有在踢足球吗？以前有啊。这台车有动过吗？有啊有啊，上次有动过一次啊。多久没动？它野马开多久？嗯，热熔枪。你在车上放热熔枪干嘛啦？啊，你为什么要留那么多套套？你怎么弄爱套？好多套哦。这样我只能套那里，然后其他没地方用。啊，这个套你要留着吧。也是可以留。这野马的呢？好啊，你啊。你就可以送你，你以后车子破链可以用。啊，野马不会破链吗？野马就破了，就上拖车了，无所谓。哎，润滑这个要吗？哎干，急嘞！你为什么放润滑剂、哦？加上鼓棒可以怎么用？要润滑，又润滑又鼓棒。对啊。但是你已经下定决心了。不是下定决心，是拖车已经来了。哦，你进来了。都等在那边了。我没有办法，拖不了多久。还是我先去帮车师傅买个便当，你慢慢讲。不用不用不用，啊，足球问哪啊？干，你看你问你啊，拿好了，阿迪达斯的嘞。还有什么？后面又有一罐润滑液，这是皮椅的。那我车上那么多液体，皮椅修复液。哎，啊，这有用吗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啊有有，寻宝。这是什么？我干，可以拿去洗，忘记拿。这是谁的外套？我的啊。啊，不是谁的？女生的吧。我的啊，看 size 就知道是我的，女生的。你想听他发动最后一次吗？可以发吗？发得动？发不动。发不动吗？试过了，发不动。你有夹上次夹过电棒了？夹过啊。要不要试一次？嗯，试啊。试一次啊，都拿下来。是是是。那先接黑的还红的？都没发，你要接坐下。好，离远点哦。干。随时发下去的那个哦。确定是外面的吗？但是你还记得吗？我忘记。我忘记了，我忘记了。好了。没有啊。你那有开吗？就是跟你说死掉啊。小红，再给你最后一个机会啊。哦哦哦哦哦哦，有火花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快！加油！加油！死掉了！死掉了！死掉了！他上这台车，你陪了你几年了、啊？开了他小灯亮了，六七年。六七年。哎、欸，你这台是开台始祖哎、欸，科比传教士的开台始祖啊！好了，死掉了。好的，不要再折腾他了。哎、欸，其实我已经拍过了。你说当初？对吧？但是最后，你再不拍就没机会。他总是要留他帅气的样子。对，他拍的时候是还正常的时候，现在不用了吧？你快死了，你还希望人家拍你的照，然后放给大家看，感觉就是他快死掉的样子。美好的回忆留在脑海中中就好了，是不是？泰山在感性了，开一台始祖。对啊，科比传教士开台始祖啊。是玻璃仙还是轮光仙？玻璃仙啊！玻璃仙，对对对对。好了，他就正常的去吧。你要先把你的新欢开出去，旧爱才出得去。哦。我也是会不舍的哎、欸，你们没有那种感觉，因为你们没有看到他漂亮的时候。因为他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长这样了。我看到的时候还是很帅的时候。哇，那拜拜。有点羡慕他，我已经可以走完他的人生，我还不行。你说他吗？叫他们等一起载你走。哦，可以哦，我就坐在里面就好。他说：“哎、欸，你不下，没有，没有，我要一起。”那你有
有触媒吗？有触媒钱比较高哎、欸。我的触媒可能坏掉了。命运的 BB 声。哇！可以这样啊！好痛哦！我痛什么？送走小红，你比较难过，對對對，还是送走你的 Focus？ 你说送走小红跟小蓝哦、喔？对啊，小红哎、欸。为什么？小蓝是你的作品哎、欸。因为小蓝是继续活着啊，他不是啊。对啊，这是寿终正寝。我眼眶都要红了。等一下，车主是我，就我比泰山感性啊！不要，好痛哦！等一下，他是也要给我钱吗？他没有给我钱，你要问他一下。开走，才这样。野马可以用多少？大概一次保养还不够，看，好了，拜拜。我还是拍一下。加油啦啦！你要挥手，你要跟他挥手啊！敬礼，我才不要！你要像那个陪你这么久了，陪我这么久，才8000而已哦！你怎么可以这样子讲？祝你下辈子可以遇到更好的主人。好，Goodbye， 拜拜。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金爸爸，收款打开 LINE 零秒开机台。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、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。